主料：黄油130克，糖粉35克，糖35克，底粉160克，杏仁粉60克。辅料：盐1克，蛋液15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黄油是微软化，加入盐、糖、糖粉小打至膏状，加入蛋液搅拌均匀，加入过筛的底粉、杏仁粉拌匀即可。裱花袋加入自己喜欢的花嘴，将面糊装入裱花袋，在烤盘上铺上油纸，按自己喜爱挤出面糊，烤箱190度预热，烤盘放进烤箱中层，上下火烤15分钟，曲起四周为黄即可，出炉放凉密封收藏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低粉、杏仁粉加入黄油糊拌匀即可，避免可度搅拌起筋；二、取筋烤至最后几分钟，注意炒盘，曲奇四周边缘为黄即可熄火，避免烤糊；三、曲奇密封收藏保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